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现在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。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期望值的线性性质。期望值啊，在我们推导的过程，在很多不同的几率分配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去计算期望值。所以，我们对于期望值的这个计算来说，我们必须要常常用到。那么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性质。 期望值原本的定义是这个随机变数乘上它所对应的几率。那么假设我们的随机变数把它扩大变成了 a 倍，那么我们的期望值会怎么样呢？扩大了 a 倍以后，我们发现这个也是 aX，然后这边是一个 sigma，这是一个总和的。 总和它是每一个字都有 a，所以我们把可以把 a 提到前面去。我们发现这就是原来的期望值的定义。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呢？乘上了一个 a 倍，这个 a 可以把它提到前面去，就是说常数可以自由的进出这个 E X 的符号。那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。那既然我们知道的是。 常数可以移到前面去，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显而易见了，因为这是一个西格玛，这是一个西格玛，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来，数字又可以拉到外面去，数字又可以拉到外面去，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线性的性质，a 可以拉到前外面去，b 也可以拉到外面去，然后各自各自的期望值相加，那么这个。 性质我们必须要知道。再过来，我们看一个简单一点的。假设这里只有一个，这里前面没有。来，我们看这个数字，a 加 b x，这是一个新的一个随机变数，那它的期望值会怎么样呢？很简单，这个数字取期望值，对它来说无动于衷，它还是 a。因为我们依照它的定义。 它根本没有这个 x，所以它基本上来说，它提到前面去，这是完完全全没有就是一的意思，所以它是 a 加上 b 一样提到前面去。那这些性质我们必须要知道，期望值的性质是比较简单的。那么变异数，在学变异数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变异数的定义是什么？呃。 用一个简单的想法来说，它叫做平方的期望值减掉期望值的平方。来，我们来讨论变异数。变异数这里的 a 啊，它也可以提到前面去，不过它一提到前面去，它就会变成了平方喽。那么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证明给各位同学看。所谓的变异数就是平方的期望值减掉期望值的平方。所以各位同学看。 其平方的期望值 a x 的平方，平方的期望值减掉期望值的平方。那现在这个 a 平方是不是可以提到前面去呢？这个 a 也可以提到前面去，但是要整体的要平方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平方可以各自平方，然后平方又可以移到前面去，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？ e x 的平方减掉 a 平方 e x 的平方，这个两个都移到前面去，所以变成平方的期望值减掉期望值的平方。于是我们证明出了这样的结果。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样的结果之后，我们还要知道什么呢？假设这是两个随机变数，那么我们的变异数根据这样的的定义，我们当然可以知道是这样，没错。 但是如果说两个随机变数做相减呢，那么告诉各位同学一样，怎么说呢？是这样说的，这个 x 减 y 我们可以这样写，两个相加的话呢，这是负的负一，负一我们把它拉到前面去，因为它的。 进行了一个平方的动作，平方是多少呢？还是一。所以变异数是这样的：两个随机变数相加，我们的变异数就是两个变异数的相加。假设相减，我们也不会变小，变异数仍然一样，它也是相加。那么这是个观念很重要。那么对于后来的一些推导。 一些观念来说的话，这个性质都是很重要的，要需要用到的。我们介绍了这个期望值的线性性质，那么在未来我们会推导很多随机变数的一个叠合的一个情况，就是 X 加 Y 啦，或者是 Double 啦，或者是两个相加，或者是线性的一个组合，都会用到。那么变异数的平方性质的话呢，是也很重要，像比如说。 那各位同学要知道，两倍，那么我们将会变成几倍？二可以提到前面去，也就是说，假设我们来变异数啊，就是假设我们是来一个赌博好了。赌博来说的话呢，x 代表的是它的输赢的一个这个数字。如果我们赌博的话呢，它好坏变异数是它的一个呃差异性。如果我们是 赌注乘上两倍的话呢，我们的差价这个差异就会变成了平方倍，就变成四倍。那么要注意的是这个地方，这边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那么这边常常的话呢，在计算的过程之中，很多同学的话呢都会搞不清楚。那三要移到前面去，就变成九。那么这个地方来说，要特别注意。